有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啊？不小心吧？真的是这样吗？你感觉很有兴趣的样子哦。哪有？你想太多了。他这么难搞，你当时怎么跟他相处的？他是谁啊？阿静啊，美英的前室友。是你和美英摔下楼梯的吗？江华，赢不了美英。你自己做不好，就怪别人太好吗？永远都比不过他。朋友是需要这样被比较的吗？胆小、固执又害怕受伤，有什么不对呢？就是人性啊。